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欢迎收看看跨境叫阿米的阿米秀，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寒潮年年有，今年不一般。在寒冬预警声里，已入冬的北半球收到了双拉尼那年的寒意。中医常讲百病从寒起，寒从足下生，准备一双保暖性能强的鞋子，避免冬季受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眼下的寒冬正好是保暖鞋类产品季节性增长的好时机。近些年，毛绒鞋凭借其出色的保暖功能和时尚的外观设计，在冬季鞋类市场异军突起。毛绒鞋不仅是冬季热销单品，因其时尚特性，也同样热卖于其他季节。以毛绒为装饰的时尚拖鞋是出门吸睛的秘诀。美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鞋类产品进口国，跨境卖家可瞄准美国消费市场，继续发挥中国制鞋实力，并在鞋类制造中更多的融入中国元素。比如纯毛绒鞋上刺上国风刺绣，在外观设计上融入中式美学理念等，从而与其他鞋类产品主要出口国实现产品差异化竞争。卖家们还需注意，消费者在不同季节选择的毛绒鞋有不同的侧重点。消费者选择秋冬季毛绒鞋时更注重其保暖功能，选择春夏季毛绒鞋时更注重其款式设计。鞋子主要采取皮革材料为主，鞋面上采用毛绒材料作为点缀之笔，在打造时尚感时兼顾清凉透气。